个小时的兵，又搁上下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送儿打仗呀，爱的幺儿嘿。喂，那不是洪金鼎家吗？他家怎么还有炊烟？啊，是洪县，是洪金鼎家，洪金鼎家。难道他家还有人？你放开我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听不懂我说的，可我也不会日本话呀！你，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洪家没人了，我得给二爷他们守孝，还不能离开。你是不是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呢？二爷是八路害死的，我要恨，也是恨八路，怎么能恨太君？你的话也不用说得这么好听。你之所以没走，是因为你根本无处可去。一旦你出了县城，落到八路的手里，八路会像对待洪金鼎一样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平山县保安队长的职务现在还空缺着，就由你接任吧。我，除非你想死，否则不要推辞。太君啊，刚才你也说了，让我当保安大队长，你就不怕我恨你？恨我？我杀了那么多中国人，手上沾了那么多中国人的血，恨我？多你一个也没什么，不过你要清楚，洪金鼎帮皇军做的事你也没少参与。你除了帮皇军一道守住县城，别无选择。都守这么多天了，一个八路都没看到，这八路肯定是不敢来了。是啊，这八路肯定不敢来了。今天夜里八路恐怕是不会来了吧。这月亮这么明亮，他们也不敢来。如果八路真的不知死活要前来送死，那就成全了他们。都听好了，一里之内只要发现人影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来一阵扫射。是。团长，一营集结完毕，二营集合完毕。天魁哥正在三营按照你的命令准备东西。好，哎，都坐下吧，咱商量一下啊，一会儿共同的细节。好吧。哎，团长，刚才在行军的路上，我没来得及跟您说，今天是农历十五，月亮最圆最大的时候。如果今天我们要强行攻城的话，恐怕还没到那城墙根啊，就全被那鬼子突突了。我这还没厚，我可不想死那么早。是啊，今夜攻城。想必是给鬼子当成了活靶子，咱们等了这么久了，干脆再等几天。你们看啊，现在啊虽然是皓月当空，但是呢一会儿天气就会突变的，变得乌云密布，城墙底下会漆黑一片的。不是团长，你这越说越邪乎了，你啥时候学会的夜观星象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其实呢是因为在狮子林的战斗中，还有洪州镇保卫战的战斗中牺牲的那些老红军，他们呢给我的提示。团长，嗯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千万不要搞封建迷信。团长，你做事一向谨慎，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应该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？哼，我真不是封建迷信。为什么今天晚上攻城？就是因为呢，我去了一趟烈士墓，得到的提示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叔呢，从小就教导我跟郑云，说战场上的胜负，除了兵力和策略以外，
天气也很重要。这两天呢，咱们一直没有找到工程适合的施泥和方式。我叔心里很苦闷，他实在不愿意牺牲众多的战友来换取攻打县城的胜利。所以今天傍晚的时候，我叔带着我去了一趟烈士墓。那墓碑上面还有表面全是湿漉漉的。还没明白？谚语，楚润耳语。楚润耳语，意思是说呀，这石头上要是湿的，那这两天就会下雨。嗯。我这么跟你们讲吧，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山东的同学，他就跟我讲啊，在他的老家有一大片的碑林，当地的老百姓呢，只要想知道会不会下雨，就会赶去碑林好好观察一下。如果墓碑上面啊湿漉漉的，说明啊不出两天肯定会下雨。这可不是封建迷信，这叫科学啊。哎，咱们呀说一下这一会儿工程的细节。你们看啊，城门肯定是小鬼子的防御重点，所以呢咱们不攻城门，想办法把城墙炸开一个豁口，咱们从城墙进去。老团长，你说的倒轻巧，那咱们一没山炮，二没重武器，拿啥炸呀？咱们虽然没有山炮没有重武器啊，但是呢咱们有炸药，炸药是自己做的，想要多少就多少，所以咱们想办法把这几百公斤的炸药运到城墙根底下，给它点燃，城墙自然就炸塌了。几百斤炸药，这怎么成？团长，怎么运？把炸药啊放在棺材里，用土坦克运过去。土坦克是个啥玩意儿？把棺材放在推车上面，上面呢盖几层湿棉被，然后再撒一层沙子，一层被子一层沙子。护送推车的人扛着八仙桌，八仙桌上蒙上湿棉被，这样就能抵得住子弹了。土坦克能挡住机枪和步枪的子弹，那是没问题的。团长，小鬼子要是从城墙上往下扔手雷、手榴弹怎么办呢？行了，你现在变聪明了。哎，你虽然问到重点了，今天晚上咱们主要防御的就是手雷和手榴弹。今天晚上咱们攻的这段城墙呢，一定是伪军把守。伪军呢，战斗一直不坚强，这段时间呢，被咱们折腾得够呛。只要咱们一进攻，天气又黑，他们肯定不会打枪的，会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手雷和手榴弹拼命地扔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佯攻，攻到一定程度以后，等伪军把手榴弹和手雷扔完了，咱们再开始进攻。咱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五分钟之后，我相信会有把守别段城墙的鬼子过来增援，或者他们的手雷和手榴弹也会补充上来。行啊，团长。宋连长，我明白了。团长，咱们只有五分钟的进攻时间。没错，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，也就多一分伤亡。一会儿天魁会把东西带过来，咱们好好准备，等天气一变，咱们就开始攻打县城。天気がこんなに早く変わるとは。行こう。Okay.
太君，八路已经冲进了城。南军，冷静着！太君，现在在守城已经来不及了。站住，赵天，你们守住他，走！ 炸了古塔去！来，别动，不能炸！我跟你说啊，小鬼子火力太猛了，根本就冲不过去。而且呢，这个古塔属于历史古迹，属于平原县所有老百姓的，谁也没权利炸。那怎么办？鬼子在古塔上面，这古塔是县城的制高点，他们在上面随时盯着咱们，威胁咱们呢。你别着急呢，让我再想想。 马上就解放了，我劝你们赶快投降。我们马上就带迫击炮来轰炸古塔，你们要再不投降，就跟小鬼子一块陪葬吧。 太君，八路是挑拨离间，我们和太君共存亡。你要是不跟我们一起，八路不会放过你。再喊。 20分钟后，马上就轰炸古塔，给我们报信引我们进城的伪军兄弟们，枪炮无眼呐！接应我们的伪军兄弟们，你们自己可想办法吧！我们在塔外边接应你们。哎，斯坦尼维尼克，斯克。 他们也太能扯了！你不信，我不信，可日本人未必不信。他们多疑、心黑，最重要的是根本不把咱们当人呢。也是，
要不然洪县长一家怎么能被杀呢？就是。喂，哎，太君，哎呀，这啊，太君，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守住古塔呢。罗德，啊，去给，不然给。把人当畜生，干他！撤！啊！这么快就没头上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从皇二子死那天起啊，就注定了这小鬼子和伪军迟早会决裂的。危险面前，人人自危，他们的猜疑心呢是最重的。其实啊，这日伪之间早就是同床异梦。叔，那我现在带人追回去。别着急呢，再等等。二爷，太太，小少爷，我替你们报仇了。同志们，冲！平山县城时隔七年半，终于彻底光复了。这几天，武堂和县委的同志们都在建立打虎警察，肃清汉奸。这治安的事儿就靠咱们女同志了。嗯，哎呀，好久没见到乡亲们这么笑了。咱们全境都光复的消息，真该想法子传给平山团。他们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很高兴。很久没有平山团的消息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。报告，现在长官，战区司令部发来电报，这是冤家路窄啊！进入咱们防区的南下支队二大队，就是三五九里的平山团。他们数次被日伪军阻截，伤亡很大，估计现在不到一千人。平山团固然很硬，但是只要我们倾全师之力，一定能将他们一举歼灭。你还不了解他们，当年他们就很难对付，现在又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今非昔比啊。在粤北湘南，数万的日伪军都奈何不了他们，这就是明证。当年在绥德，我是心急了点儿，让陆宗孝和刘正云钻了空子。现在我们重返军界，一定要谨慎点。长官的意思是，现在有上万的日伪军在堵截他们。那好，咱们可以来个暗度陈仓。明白。
出来。是。大宝。政委，你们先撤，我们断后。是，李德林，走。团长，团长，保人呢？保人也受了重伤，现在不能走路了。为了不拖累部队，他选择隐藏在老乡家里。郑云呢？郑云呢？你放心，郑云已经回来了。团长。你躺下。团长，那慌乱中药箱子丢了，郑云已经带着人去找了，找到药箱子就立刻给您手术。不要做手术了，赶紧带部队撤离。药到了，药到了，快快准备手术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快进去看看吧。团长，郑云，鬼子出来了，不能跟他们硬碰，赶紧带部队撤离。团长，你现在伤情太严重了，必须马上手术。这样，我带着一营、二营。先挡上去，邓院长，开手术。哎，团长，你先别说话了，你要再说话，胸口的血会溢出来的。郑云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赶紧带部队撤离，不然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啊！先给您做止血，团长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呢。对呀。我能坚持住。胡闹！我的命是命，战士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团长，我们顶得住。我现在还没死，现在你是团长，还是我是团长？执行命令。听团长的，去吧。张望的日伪军，居然连一千人也向北退，看来平山团真难对付。平山团里主要有一些是红军出身，比如陆宗孝、任奇，他们早些年在这里打过仗，对湘北的地形非常熟悉，这也是平山团屡次脱险的重要原因。他们有优势，我们也有优势。咱们是军统出身，搞情报轻车熟路。继续给日本人提供详细准确的情报。是。梅子，再给他注射点葡萄糖。好。
手术太晚了。你们先别进去，船长说他有几句话想跟政委说。千万不要让平山团
这只来自太行山的火种就这么断了，答应我，团长，我答应你。 胡茂，姓李。 你不是说以后要给我缝衣服吗？你答应过我奶奶了，你怎么能骗我？团长，你怎么能骗我？宗孝，好样的，宗孝！陆宗孝同志牺牲的地点。 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交叉的地带，所以连个分头都没法立。现在，二大队为了避开日军的重兵堵截，他们绕进了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。那里虽然说可以安全一些，但是根本无法补充给养。他们也不敢开枪狩猎野兽，怕惊动了鬼子。他们现在只能靠山野菜和野果充饥。 命令部队去接应二大队。一大队刚冲出包围，减员了大半，几乎已经丧失了战斗力。三大队的情况稍好一些，但也需要休整。命令三大队马上出发，我要亲自去接应二大队。是。 新四军五师得到消息，二大队现在行军的区域正是国民党军103师的防区，而103师的师长正是咱们在绥德的老对头黄一轩。嘿嘿，是他。啊，这天真够热的。哎，小何，好像是野菜。
你看是野菜，你看，我看看。就我以前在家看过，好像真的是，好像是野菜，可以吃的。我尝一下。是野菜，别动别动。这种野菜又没人见过，谁知道有没有毒啊？大队长，我天天吃那个盖菜和苋菜，都吃得肚子疼。再吃下去我就受不了了都。那也不能吃，不认识坚决不能吃，扔了。大队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咱们放这大道不走，为什么偏偏在这深山老林里打转？这鬼子是找不着了，但是我们也在里边瞎转，找不着路啊。哎，行了，再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。算了，走吧，说不定前面就有核桃树了。走，那肯定能吃。我觉得也是。张元，现在有千百条生命在你手中掌握着，你没有资格沮丧，没有资格叹气。如果老陆现在还在的话，他也不会有什么悲观的情绪，你懂吗？明白，政委。长官，长官，喜讯！大喜讯啊！日本投降了，日本天皇已经宣布了投降诏书了。比我预想的早了半个月。国府艰难的抗战了14年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小日本从偷袭珍珠港那天起，就注定了他必败的结局。你想，一条小蛇想吞掉好几头大象，不撑死才怪呢。是啊。前些日子潜伏在东京的军统同胞发电报讲，说本土的日本人快扛不住了。只是没有想到小鬼子怂得这么快啊。难怪长官毫不惊讶，原来早就心中有数啊。哦对了，日本人投降了，谁替咱们干掉八路啊？日本人就是一群杀人恶魔，天皇一宣布投降，这个时候是日本人最失控的时刻，也是最疯狂的时刻。我明白了，咱们要利用这最后的机会，设法让这些失控的机器帮咱们解决心腹大患。以第九战区105师司令部的名义，给05联队发电报，命令他们立刻向我们投降。是，长官。哎，过来，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？重整山河。只可惜老陆走得早，没能看到今天。还有很多人没能看到这一刻。等咱们下山，好好祭奠他们。山を固く包囲しろ。夜明けに行動する。はい。中国人を殺すのも最後だ。思いっきり殺せ。这走了好几天的山路了，大家伙也都累了，再加上抗战刚刚胜利，大家绷了几年的弦终于松开了，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。鬼子投降了，按理说咱们应该轻松，但是现在我有点开始担心。担心什么？
咱们旅长说过，黄一轩的103师就在咱们附近，咱们之前跟他们有过梁子。现在日本人投降了，国共两党就不存在有共同的敌人了。所以黄一轩这样的，一定是充当剿共的急先锋。是啊，这点我也很担心。咱们南下支队在粤北，就跟国民党彻底撕破脸了。这黄一轩明明就在附近，却一直按兵不动，甚至他们师也没有对咱们追击围捕，确实太反常了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之前黄一轩就借日本的手开始对付咱们了？你想，咱们经常改变路线，走的都是小道，日本人怎么可能知道？一步。